钙，有维他命 B 嘛，对，钙，然后又流汗，又是自然的排毒，是，太健康了。哎呀，阳光、沙滩，还有仙人掌呢。黄队跟蓝队呢，今天在一个晴空万里，万里的这个地方。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没完没了来到海边凉一下喽。北海岸的万里是今天蓝黄两队的主要战场，黄队主力队员有陈为民、秀琴以及茵茵，蓝队有青春的霸太的郭彦均以及女汉子李毅。第一关飞田蓝白拖，男生原地转十圈，女生转五圈，之后穿上拖鞋，将拖鞋射向球门，鞋进球门得分，两队实力不分上下，谁赢谁输难说得很哦。好，那队伍从这边开始，从这边开始。来，我们俩猜拳。好，赢的决定要先从你开始，还是那边开始啊？那小花鼓是最好的，他们在中间呢。早晚都要玩，你也这样无聊你。哎，出手，你出什么手啊？我是黑道艺人，你不知道。剪刀石头布决定啊！剪刀石头布，你看我认输。从这边开始，赢的开始啊，赢的开始啊！赖皮，你不要赖皮了，从这边开始。哎，人不要这样好不好？一个人赖皮，你们站起来讲他。你们这个夜店跟黑道，谁？我就先开始。夜店跟黑道一定有。对，黄队先，黄队先。你们节目主持群要不要搞定？我们来宾很难做人的。十圈了，哇塞！哎，我要回，十圈。对，你会晕的。我这一辈最怕就是帅。大家好看啊！十圈了，预备。七，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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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哦！怎么这么狼狈？真不骗，我很怕，我怕转。休息一下，这样。燕君，该你了。对，你要不要带我录 ending 好了？哎，给他喝个水，他脸发白了。对。啊，目前战况0-0。看看小伟哥就知道你。我讲女孩子，女孩子其实基本上比较不怕。你错了，女孩子连车都晕了，何况绕这个圈圈。我讲平衡感越好的人啊，越容易晕。来，来个，来个，给方怎么样？近一点啊。近一点了，你要不要直接到门口试？这样好吗？好，可以。那么那边拿麦多，好笑，好好笑哦。一，你又来了，数学不好，小头晕了。来转两圈，转两圈。三，妈，你听我的。四。来吧，跟我来吧，来，来，有香。
的刀，飞天人白穿，不可能啦！哎呦，好直哦！就这样，就这样，哇塞，好直哦！用力，用力！敬一次，不要吵我，现在想想，原来大家都已经晕过了，没有，那该怎么晕呢？对不对？男生时间预备，开始 ，Go， 一起，好标准哦，哇，来哦，站好看，孤独骑士厉害啊，三，喂，江弟，你不要让了，江弟，是，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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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刚那个梗其实蛮屌的，不要脸，很难在想象。还有三千，八万，看很多标准，曾国成，待会就要这样子啊。去哪里在这边？我不要再喝了，我先走了。好，叫朋友们，加油加油加油，要进哦，要进哦，加油！飞天蓝白驼，哎呦，高点高点高点，飞天蓝白驼，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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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是靠你了哦，晨晨加油！啊，来了，你真是靠错人了，准备哦！你刚说我们后面都是你的，飞天蓝白驼十圈，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地下去，地下去，地下去哦！啊啊，越导演越画越大圈了。三，你怎么会这么狼狈？差不多了，第四圈可以差不多开始导演了。狼狈吗？哪个你不能说别人？下去，下去。来，再投下去，投下去。五。我投下去，我也会啊，投下去，没死没，开始下去。那个镜头要动一下，感觉有余震这样。快点，两队长加油！七，他止不住啊。八，七，八，九，再两圈，九。好晕了，等他来，加油啊！好，没问题，再一定要提醒一次，好，好不好？好，来准备，飞天蓝白驼，黄队，加油！八九，还没来，我的牌子，对，开始加速，一、二、三、三。之康康复仇记。等一下，等一下，你骂我什么？我骂你。来来来来来来，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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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他连讲笑话都会说。来，好，好。Ha ha ha!
那位小姐，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你跟他有，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伙，但是我看到了你并，但是我看到你跟他有医疗行为上面的接触。太夸张了啦！他必须现在陪我一起回去接受调查，把这件事情厘清。我没有办法啦，不要闹了。我知道你们不用再说你们是台湾艺人，我知道你们都是艺人，所以我必须现在带你回去厘清你的问题，到底是嫌疑人还是同伙。好，可以吗？你好狼狈啊！要提醒一次，八，康哥，九，康哥你好，十，我签你，我签你，不能签啊，不能签了，哪个不能？我还签你过去，都不能签，紧要紧张，被冤了，快出！被冤了，快出！紧要紧要紧。女生五千啊，开始。一，女生二，三，哎呀，就要钱而已。干什么？干什么？你在干什么？都不算，哎，都不算。他在干什么？干什么？这样啊？他怎么没有这样子？还有最后一圈。一，没有一了。太不容易了。投下去，投下去。下去，我们看很标准的，哎喂，三，好的，可以的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三三四四，最后一圈，最后一圈，最后一圈，好，我，干什么？干什么？要有点，要有点，要有点，要有一点那个真操，好不好？站稳，站稳，再听不起。好，进来，进来！不要扶，我没有扶他。你有事吗？你晕了吗？到底什么？他被他自己鞋子绊倒。鞋子阴完的，叫黄队，黄队。我们不要打他。对对对，不要打他进口。加油！一天拿太多。嗨，嗨，在那里哦。来哦，一、二、三。敬业，敬业。三、四。有离心力。镇定，镇定！不能扶啦，不能扶！我没有扶，我上面要扶他，他碰我。来，慢一点，稳定，稳定，飞天来不到，进啊，进哦！飞天来拜托！啊！进去！我进吗？拜托，好了，我来了，高一点点，飞天拿拜托，
到玩不完之抢座救生圈，两队队员共20人。音乐下之后，围绕15个救生圈走动。音乐停之后，没坐到救生圈的人淘汰。救生圈每次会减少5个，谁的卡层坐得稳，马上揭晓喽！哇，5个队员好像又增加了非常多。你看，这边有15个救生圈，哎呀，但是呢，我们又增加了辣妹有8位，帅哥2位。来，现在欢迎我们的帅哥美女。Oh!
两个，还有谁？三个，还有谁淘汰的？一赢四个，还有一个呢？我那个已经走了。抢坐救生圈，音乐。杨帝大哥，快点！杨帝大哥，杨帝大哥，好起来！蓝队加油！蓝队加油！蓝队加油！不是，你要先说谁起来？哎，燕君真的，他脸已经开始绿了，你要不要先稍微放一下手？来，你先起来，先起来，他起来，哥，他还在钻呢。不用了，他钻算死了，算死了。小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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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下面呢。哎，得罪了，真的。你下面，我要演屁股，不是你头哎。哎，他硬插了。哦。这样幼稚，这幼稚，这幼稚，还没结束。现在是4-1 ，yes， 5-2 ，yes， 加油！太棒，谢谢。不能这一刻等很久。好，因为前面几轮都没有任何人跟我抢。这四个，如果你抢到一个的话，怎么样？晚上，好不好？一句话，把你那句话讲清楚就可以。海哥，知道他说什么吗？一句话，我祝你有个好梦。谢谢，我都要等很久了，你最需要的。准备好，抢救救生圈，卡位抢篮板，好，预备，走，好啊，好可怕，卡位抢篮板啊。1-1平手，蓝队开心的欢呼声，可是哪一个最刺耳的噪音呢？是咏春拳发扬人，也是武打巨星李小龙的师父，被赞誉为一代宗师。
开设武馆，跟叶夫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叶问的前女友出现，要为爱复仇，掀起了惊天动地的状况剧。哎，对对对对，他们准备练武了啊！好好好，不聊了啊！各位，我乃叶问大师的头号弟子徐乃头，拜师习武十二载，除奸抗恶，把坏人逮。我是家里面环境最好的，有金表，有大哥大。哎，干嘛？站着干什么？练武啊！看屁呀！啊！呵呵，有你。各位，看到我们家的弟子都不是盖的，还有铁头功，看到没有？哎呦，这个不行，太痛。好好练，不止练拳练脚，连头都要练。大声一点，喝什么喝？屁股接高一点啊！我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嘿，孔第一个，孔第一个，活该欺负好圣地，天下没你我第一呀，我第一。大奶头，现在是几点啊？你在吓人！我今天来，来干嘛？要告诉你，告诉我，其实隔壁那一家呢？就是我是呢真正的教头，叫做呢叶问。叶问，你们是叶问，我是叶问。来来来来，你不要练了，来过去。这是我们老板到我们武馆来啊，今天是来踢馆的。踢馆，过去所有佛山所有人呢，都是到我们那边去习武的。对，为什么事到如今，所有的这些死徒弟都跑到你们这边来？还要问吗？啊，我们叶师傅的声名远播。好，啊，他以前可是我的老相好。啊，哎。你不要吓我！现在正值七月啊，我们师傅的眼光会这么差？好，这是我的月份。那我今天呢，带来一个新的打手来了，听听他的名号，你可就要吓坏了。来，来，康师傅，阿健老师，嘿。嘿，一生叶问何生我？哎，今日将他手下拜，我就是康师傅。康师傅，听清楚，怎么样？我虽然叫做叶问，但是我真正的名字叫做狄夫人。狄夫人的英文名叫做 Different。我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把那个死老头给我找出来。什么东西？好，师傅来了，手起有声音，师傅。咏春拳法武林威，我谁？我叶问。问啊，师傅，好棒，太帅了，出师二位，师傅好棒啊。他是你谁？讲。巾帼须眉，习武艺，影响下的一弟。干什么？干什么？我就是叶问唯一最疼爱的女弟子，易烊志。师傅。木兰武长兄哦，老师，我是杨子。哎呀，水流，水流，你认识？住口！你过去深深一直说我是阿妈打，是你的亲爱的，竟然几天不见，我就变成水流师。你怎么泡成这个样子了？哎，怀疑是生前落水啊！潘师傅，他以前是跟我在一起，真的。后来呢，真的是抛妻弃子。叶问，你不要含血喷人，我们师傅跟你在一起，怎么可能？啊哼，不玩了，这么快就败阵了。我今天好不容易打扮成这个样子，哎，一路走过来，大家都以为阵头，很多人都蹲在那边准备贴号弄丢啊啊，好不好？这么宝，这么好的宝你不要，你竟然去娶到一个死老太婆，死老太婆，何必生财？以和为贵，小心小心，您怀孕？师傅好。天生尤物爱奶奶，风华绝代我叶太太，定上补汤我要爱爱。哎呦，这老太婆几天不见变成弥勒佛啊！我们叶太怀孕，怀孕六甲龙种，龙种没有听过吗？你看他在三种看的，不像龙种吗？啊，哎。少废话，不要在那嬉皮笑脸啊！今天一定要分出高下。哦，佛山哪一家武馆才是天下第一？哎，咏春正宗，开玩笑。好，
真正要拿出真功夫来。来来来，但是今天一定要找一个人出来评断，谁能决定谁的事情？谁在讲啊？走错了吗？不能，我独喜，人称大师我方便，全名是方便大师。今天来是干嘛呢？我做评判呢、啊，不是两个武馆在不能决定谁是天下第一馆的时候，就由我来仲裁。好，状况来了。汽笛声响，代表状况开始与解除。状况开始后，每人头上将贴着自己看不到的指令牌，互相陷害对方，讲出或做出头上指令。讲出或做出指令的人要接受高五公尺的铁盆惩罚。状况开始，每个人头上指令分别为：讲台语胸康康，热舞嫌曾国成胖，压手罢书说我不信，帮人测字。为了争夺天下第一馆，我们进行第一项的比赛。干什么？书法。来，书法。来，谁怕谁？来，道具拿上来。来，再走，再走。怎么样？你讲啊，书法。对啊，书法啊。抓住，抓住，抓住。换量来抓，换了，换一个，换一个。讲台语，好吧，耶耶耶耶，壮汉，壮汉，抓死！哎呦，赶快，赶快！那请问一下，他秋马那国语怎么讲？牙手霸，你就说比瓦地拿一个。这很难，这很难，这很难呢。对啊，不会啦，掌握住。来来看一下，来喽。这叫人家讲比腕力啊！阿丘马不是陷害吗？他本来这个就是单位，真的是本来就是陷害啊！压手吧，对啊，来来来，来来来，现在一开始怎么样？谁先比？又是我们两个，上深仇大恨。要我是左撇子怎么办？我用左撇子。哎，等一下，在比赛之前，你要不要先预测一下？要不要给他们算一下谁会赢？这件事情，你说一个字，你说一个字。可是我的专长，好了，真的吗？是梦吗？哎哎，想到了，我看到两位、三位都在挖洞准备放我跳。我只好思考一下，慢慢来。乃康之战之康康复仇记。等一下，等一下，你骂我什么？我骂你。来来来来来来，撞了撞了，来来来，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他连讲笑话都会凶。来，好，好，带走。还有这样子的，他的师父在哪里？师父。小优丫头电不停，我用我的天高之气把你浊气全部倒出来。师傅，注意一下这位干员。不要搞了，师公大师，我们都是演。开始怎么样？谁先比？又是我们俩。来，上深仇大恨。要我是左撇子怎么办？我用左撇子。哎，等一下，在比赛之前，你要不要先预测一下？要不要给他们算一下谁会赢？这件事情。你说一个字，你说一个字。可是我的专长。好了。真的吗？是梦吗？哎哎，想到了。我看到两位、三位都在挖洞里面放我跳。我只好思考一下，慢慢来。OK。但是这样我没有画面，没有关系，我这里有一台先帮你拍。我不要画面，你坐过来，我先玩就好了。对啊，对对嘛，他怎么那么笨呢？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骂我什么？我骂你，我有笨吗？没有。来来来来来来，撞走走走走走，来来，先生来人，真的假的？笑话都很凶。哎，刘，两位先，谢华姐，谢华姐，先穿插。好，
来来，你摇手放。来，好，好，带走，来，带走，来，带走，你别吃，别吃。你肉，你找流氓来打我！你一辈子都记恨。哪个要送医院了？来，师父，来，你是站在我这边。好，他的师父在哪里？师父。哇塞！你真的是厉害，那就叫老师师傅。来，师傅，来，你是站在我这边。好，他的师傅在哪里？师傅。你要联合弄我三次。比武，比武，我们先回到压手霸那里。啊，去，太远太远，手霸还没呢。要先暖一下身呢、啊，暖身一下，打个拳吧。好，压手霸先来。既然要打拳了，裁判说的是，如果他是一个木人桩的话，那个师傅你会从哪里先打起？来来试一下木人桩。我是木人桩。你对，怎么打不还手？越打越少。大家都要过来。对，大家哎，给他看，他没看到了。压手霸开始，怎么压那么久啊？你是叶问的大弟子，你有什么证据？你会打叶问？你会他的招数吗？这样子，不要再害我，赶快。你会吗？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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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他说不要把他带走。不接，不接，不接压手吧，你这还不接？压手吧，压手吧，这里面可能是我一接掉就会打，不会了，不会了，压手吧开始，压手吧，一百一，一，来个加油，要赢哦，加油，奶头加油，奶头加油，怎么那么没力啊？我说你好逊啊，你，不能生气，不能生气，不能生气。喂，摸摸我肚子有没有力气？没有，没什么力气。啊，没有力气。对，还不大，还没到。你摸一下，不要，坐好。这还有，我摸到肚子，好坏！哎，你好会骗人，你。好脏啊，你！你真的很脏哎。哎，你是里面的。他抓我的。哦，他抓我。骗人你就会骗了，对不对？哇塞，我被你骗了几次上次？你把我骗到三地门去哎。快点啦！预备，开始 ！Action！ 哪个加油？处理掉了啦！我说一，好，一，你觉得我会赢吗？你相信我会赢？不相信。来不及，状况太多了，哇！好会骗人哦！哎，好险，好险！好，哎，压手吧，压这么久。预备，开始！一，来，你一定要赢，你一定要赢，你一定要赢！一二三，好，输了，够！不要压手，不要来了。那很简单啊，我一定会输的啊，因为我不是左撇子啊。好，哎，怎么样？现在第二回合是借问跟叶问之争。是，我今天我有乔人来了。哎，你刚刚说你是狄夫人是什么夫人啊？是我姓狄，叫狄夫人。哎，我都没有看到我的答案是什么。说夫人。终于没骗了。哎呦，调整一下。来。
来来来，我今天我要瞧出我们家最厉害的一咖。哎，谁？哎，谁最厉害？借问的弟弟，借过。借过长什么样？借过。借过。到底在哪里？会不会讲？哎，啊，这里面有真的。啊！第一次参加节目的，真的不好意思，你真的是我不应该打你的前女友。哎，是真的哦，是不是？来来，那你打我一下，让我清醒一下，来。哎哎明恩仇，哎哎哎，来，我要请我的弟弟出来，借问，来，借过，不用，借过，借过，哇，我怎么想那个肌肉厉害啊？你这个比我女弟子还大啊！哎呀，你过来现形一下，你看看人家有长胸，你木兰就不长胸吗？你不是，他的 size 真的还好。那个，我们讲川普的手很小，对，大家比比手，你看我的手。你的手还是，你手够大，我手够大，你手够大，我手够大，我手真的，你手呢？哎，我手有点无法，我手才，哎呦，哎你好，你刚好一个赵飞，你的手大小，看一下这人色不色？好，摸别人胸肌，哎呀，那是血的，那是血，哎，请坐。临时还有临时写的，这谁都会死啊！这样子，哎，加油加油加油！来，谁啊？借路借路，他到底是借什么来？借路借路借路借问借问借过借钱，到底是借什么？没有路怎么借过？我借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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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借光来，加油啊！请坐请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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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拜托拜托，师傅加油！前成绩，曾国城被打0次，康康、许孝顺各被打1次，方方方、涂松康、李毅平手各被打2次，最后垫底的是最聪明的徐乃麟，一共被打4次。哎呦！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里约天下第一馆争夺赛，刚刚是力的比拼，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事实上两馆争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才是天下第一。是，你们有听过筷子的故事吧？怎么样？有，就是有筷子才能吃饭。对，一根筷子很容易就撇断了，对，对吧？两根筷子也不容易，这么不容易，也很容易撇，对不对？这一把筷子就不是。来，你来试试看。你早点你的手不要太用力，等一下胆血喷人。你是纯肥，我靠体力，看，不能用蛮力。我们今天状况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接下来所有的东西不可以讲你我他。哦，这游戏以前玩过，好好玩哦。对，好，在我们刚刚开始，我们的主题就是什么？团结力量大。对，然后呢，不能讲你我他。状况开始，汽笛声响起，代表状况开始与解除。状况开始后，每个人说的话语中不能讲出你我他任何一个字，讲到的人要接受高5公尺的铁盆惩罚。这个奴家可以先说，说什么？看完了《太阳的后裔》，我们都会。讲话啊！讲什么话？都是奶哥在讲。团结带来什么感受啊？一根筷子怎么样？就是单独一个人，一根筷子跳水。两根筷子，然后呢？讲快一点，人讲快一点，讲快一点。我讲话本来就断了。呆瓜大挑战，头破木板，谁比较痛？用筷子讲不清楚。谁讲得清楚？一个板子，一个板子打不响。很大声，那我们做没有办法，刚才两块，
那油价两块，来吧。哟吼！来，哎呀，哇塞，可厉害了，行不行？运气，运气。师傅加油！哎呦哎呦哎呦！整人整不完，小优偏。这位小姐，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你跟他有，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伙，但是我看到了你是，但是我看到你跟他有医疗行为上面的接触。太夸张了啦！他必须现在陪我一起回去接受调查，把这件事情厘清。我没有办法啦，不要闹了。我知道你们不用再说你们是台湾艺人，我知道你们都是艺人，所以我必须现在带你回去厘清你的问题，到底是嫌疑人还是同伙，好，可以吗？看给，看给，讲话啊！讲什么话？都是奶哥在讲。团结带来什么感受啊？一根筷子怎么样？就是单独一个人，一根筷子跳水，两根筷子，然后呢，讲快一点，人讲快一点，讲快一点，我讲话本来就很慢的。家说错了，说说快一点。其实，在佛山这个地方，大家都是习武之人。哇，好厉害啊！从不都不会说到，从世界各地一伙都到这个地方来习武。是，不能想，不能想。开心的习武，一想就要被打。不要分，分什么？鼻子，鼻子，鼻子，哎哎。对，好不好？好，好，换谁？换谁？好，师傅先说嘛。用筷子讲不清楚，谁讲得清楚？一个板子，一个板子打不响。很很大声，很大声。哎，你要撞面了啦，是这边。谁？打下去，一般的板打下去不会痛，你怎么会痛？谁？好难啊！来，江湖上总要有个规矩。叶师傅，坐着先示范，轻松啊！来，大肚子，一个板打不响。没力量，两个板子，两个板子不够看。哇，试试。五个板子，一个，谁有办法？今天谁有准备？谁有办法？谁准备那么多板？谁有办法？刚才两块，那奴家两块，奴家是谁？奴家，在下呀，在下。再下一层，我脑子清楚的。真的吗？谁的脑子？太不清楚了。刚才两块，那奴家两块，奴家是谁？奴家，在下呀。在下，再下一层。我脑子清楚的。真的吗？谁的脑子？来两个。好。两个会破吧？会哦，不会破。血会流，先确定一下额头在哪儿。好，是这样的吧？夫君，哎，走了，慢走。不送。到了打电话，孩子是无辜的，没办法打电话我就托梦了。谁托梦？谁托梦？谁托梦？他讲的好自然哦，画图讲的好自然哦。叶师傅话多嘛，来娘子先来吧。哟吼，来，哇塞，哇塞，厉害，行不行？运气，运气。好的，
Pokemon Go。师傅加油！哎呦！哎呦，谁可以？乱套的，刚刚没有，没有，没办法。什么没办法？本娘子来，本一本两本还是三本？三本五十六，两遍很难了，两遍很难了，两遍很难。三本五六，三本五十六比较便宜。我帮康康，一本万利的本。怎么样？试试看嘛，自己来，自己来，伤身体。跟谁来？不是，自己来比较不会那么痛。哦，若是奶哥帮我的话，已经讲得够慢了。上！想必各位已经经过腥风血雨一场，接下来。真正要拿出真功夫了，哇！哎，看王母娘娘都没事，该跳出来了，该跳出来了，来，两块，两块，慢用。鼻子红了，不是？为什么要盯下来呢？上面有针，我上面有针。哇塞，谁的鼻子？鼻子啊，哦，鼻子的，谁的鼻子？谁的？谁的？盖上了。哎呦呀，不讲话，就不讲话。没有啊，没这么怕。方便大师不讲，方便大师拉出去，拿出去，拿出去，哎，一起，两个一起。单元太好，接下来干什么？英雄气短，娘子气长。接下来进行的是丝袜套头吹蜡烛。哎呦，好难呢。汽笛声响起，代表着状况开始与解除。状况开始后，要挑战隔着丝袜吹熄蜡烛，且每人说的话语中不能讲出你、我、他任何一个字。讲到的人要接受高五公尺的铁盆惩罚。现在状况还没开始，没有关系，你有他尽量讲。现在状况开始，你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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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状况开始了。现在进行的是丝袜套头吹蜡烛。这轮流是让借问跟我们叶夫人一较高下。哪位夫人？前任跟现任的。啊，前后任来。两位感情现在可好？极融洽，哎呦，龙种一下就出来了。啊，龙种还是龙，这是纯肥吧？龙纯肥，都是山盟海誓啊，瘦的时候都忘了，谁救了？山盟海誓是基隆海誓，世界新尊，基隆海誓学校出来的，是，对，怎样？啊，阁下要弄小弟。阁下念哪里？大林高中。大林是国中。哦，大林国中。对。哦，去过吗？所以，啊，贵校的校歌叫做《My Darling》。莫何桥，莫何桥。来吧。事不宜迟。这样美多了。奇怪。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比较漂亮？啊，已经看不了前方了。谁看不到？还行，还行，厉害！换谁？换谁？肥子。换孕妇。肥子，夫人可是怀了龙种啊！龙种啊！是啊。哎，我一定要同一张吗？啊，我们可以换，换个位置吧，换个位置。画里面感觉好很多，因为
干净一点，双层的嘛，双层的，对啦，干净一点。运气扎马是气沉丹田，再说嘛，不像有些人一开口就挂，秒灭。我们在干什么？后面有个镜头，拍不到是？拍不到。病号，什么叫病号？头痛不准生病。哎，请吹。哎哎哦哦哦哦哦哦哦！你这个猴头菇啊！哎呀，花容失色啊！都不说就没事了，来。胜是，为什么你获胜？谁获胜？哎呦！好了，大家都花容失色了。目前看起来，方便大师，哎，借问跟叶问，哎，不分上下，基本我觉得，谁觉得？结束 ending 应该可以结束了 ending。 叶问借问两大武馆自此之后相安无事，一片祥和，整人整不完。今天的背景对象是小幼玉丫头，制作单位以录制新单元奇人异事大搜查为由，告诉来宾节目邀请到一位大陆的字体发电大师，医治过无数名人，难得邀请上节目免费来为来宾医治。为了取信来宾，特别寄来魔术道具，请大师发电神功更加传奇，更加真实。在大家精彩演出被电疗的过程后，轮到被整对象时，贾大师会拿出秘密道具让他们满场尖叫。当然还有更精彩的安排，录影现场会出现不速之客打断录影，气氛紧张。除了贾的电疗大师之外，还有什么人会加入整人的行列呢？整人整不完，贾特异功能大师上场喽。六岁就学了？对啊，好强哦。大师不是六岁？哇，杨仁国很有名哎。谁？杨仁国很有名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的严浩，我的主修是历史，当然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气功大师，但我今天就是要拿我中西医结合的传统所谓的天才的气功来整一整我们今天的嘉宾，相信我，我一定要让他以为我真的就是那电流大师。来，录影。治疗。没完没了，奇人异事大搜查。那真的是大有来头啊！可以借由我们气功发力，用气功将电流传到病人身上。气功是我们中国人最神奇的一个功夫，不得了。其实我们以前综艺节目大概就做有没有？哎，有些人还吃土，有没有？有吃泥巴过日子的，有人还吃灯泡的，吃灯泡的，吃卫生纸，吃铁钉的，吃玻璃，但今天这个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我们好好介绍这个是电疗大师严浩。他是呢，这个继承他的师父叫陈华顺，电问的师父，对，头发非常的滑顺，而且呢是跟着那个叫什么活佛，杨玉活佛调教出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字体通电大师。哇，没想到看你身材比较瘦弱哦。对对对，因为我有活佛加持，是除了日语洋活佛之外，我还有哲不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张家呼图克图，内外蒙古两大活佛传授我无上瑜伽秘法，让我念了108000遍马头明王咒、不动明王咒，还有孔雀明王咒，终于打通我的任督二脉，让我中西医结合，形成了我的电疗特服。中西医对，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现代科技相结合，形成我体内的真气，将它转化为电能。你知道我治疗过多少人吗？多少人？远的不说，最近那个洪荒妹听过吗？我的洪荒之力了，好满意，我很满意，好有戏
戏剧效果。他也被你打过。对，难怪哎，拿了世界的铜牌啊。六月份时，他腰膝酸软抽筋了，仰泳的时候也就不能动，知道吗？当时大陆他们的总教练是特别请我到水立方去给他施工治疗，终于他达到了洪荒之力了。终于继续为华人争了一次。他的洪荒之力是这样搞，因为他外号叫洪荒嘛。对，洪荒。哦，太感人了，是厉害。而下礼拜还要去治疗你们台湾那个叫什么？打棒球杨代刚。下个月还有那些陈伟英也是跟我预约了，叫我下个月去美国迈阿密找他，跟他做半个小时的理疗。哇，大师，不讲到这里，大师薛海了。我这个人比较低调，他知道就可以了，不要乱说。那你都说出来了。见笑。好，待会各位了，如果你哪里有不舒服，哪里有需要靠大师呢来帮你做加持的话，你如果感觉到的话。应该可以马上可以体验一下，好荣幸，好不好？那今天呢，这个少林武功不要光说不练，是，对不对？要让各位还关电机前面观众朋友看看，真正的大师有没有那种自体通电的能力？哎呦，那很简单，我们用灯泡仪式就知道了，不经过接电能够自体发亮，这个灯泡能发亮，或者是萤火虫才可能的，真的献丑了。来，我们要先把灯光要按下来，灯光 Q， 来喽。这如果一次两次，我就太厉害了。所以呢，今天我们马上要看看，如果我们身体各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它会在这边是利用电疗的关系，那种感觉，治疗，对不对？蒸汽转化为电能，刺激你各个经络血统，是能够让你精神焕发，胡蹦乱跳，龙行虎步，哎呦，正所谓爬山涉水如履平地，登喜马拉雅山如坐电梯。相信我们祖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科技。哇塞，讲真好啊，太会讲话了，严师傅厉害。哎呀，因为老师，难怪杨代刚会找他去弄，真金百战。对，好，好聊。我们现在用人体实际的用电来治病了。我们谁先来？你呀，来啊，来哥请，来哥先。来，我看你奇经八脉，正气郁结，邪气旺盛。邪气旺盛，好准哦。所以经络郁结可能会有面瘫之忧。幸亏得到我的发现，否则恐怕三五年之内中风。面瘫呢？下面请允许我为您发功治疗。正经在讲笑话。再一次好不好？再一次。不愧是琼瑶小生，奶哥的演技果真骗到小优了。整人整不完，丫头片。老师好痛啊！老师。还没有那个谁离异的。老师有感觉，好有感觉，老师。有松一点吗？有没有？松过这个，你什么感觉？松的，妙不妙？太妙了，太妙了，全部他的才子。你有在抖，你不知道？有抖吗？有啊，有。你不是在演的吗？你抖吗？知道，有啦，我不知道哎，你抖得很强。治疗？我不知道他在抖，你们看到抖音有啊？真的假的？一定有。没有感觉，有你抖的吗？我没有感觉，但是你们说我在抖，这样有感觉吗？废话。你打人呐？小康，换你了。太厉害了吧！一个来，一个来，好可怕。你全身一定都是问题，你是看人的气场。奇经八脉，正气引邪，邪气入络，导致你气血淤结。什么？肩膀是不是最近有些问题？应该是，因为最近睡不好，要带上。你这疾病应该是两三年前就有了，但是问题你一直没有医治。就没有医好。就是三没医啊。他也看得出来两。请容我为你发功治疗。
的那个。你刚是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啊。大叔，为什么我带点刺痛？你刚刚很像有松感觉，感觉松。我跟你讲，我们速度快一点，我怕大师啊这样太累。对对，他可能要松一点。来来来，小优，我好紧张哦。我怕我很多。刘圈他整个脸长得太酸，可以不太酸。应该很难的，这不是我们气功馆的范围。其实作为一个气功师，我有职业、有道德、有涵养、有担当，我必须为了你的未来、你的家庭，还有你的新生活幸福着想。性生活，新生活，所以一定要想性生活。你没有啊？你好高兴哦。你 no。所以我冒昧的问一句，好，您是否有身孕？没有。没有没有，他一说是，那万一你有身孕的话就不能做。对对，因为儿童的身体构造和成人不一样，所以我怕用电能去对他造成一些不良的。你不要去拿个验孕棒，先去验孕再说。那说实话哦，罗耀祥了，有一些腰膝酸软，嗯，有，专心专心。好，一般女孩子都会得这种病，放空哦，所以请放松，放空，请容我为您治疗。对。真的哈，想象着把你体内的浊气全部都从五脏六腑之中赶出来，哈，分上下，往下，任督二脉，全身一股畅快的感觉，到底有没有出现？我觉得有没有，没有，但你讲实话。我可是我是不是我的反应比较慢？啊！怎么刺刺的？真的吗？有吗？会刺，跟我一样，我刚刚也刺刺的啊。很刺啊！很刺啊！很刺，也是针，是针。哪有针啊？你是不是拿针刺我啊，师傅？拿针啊？谁要拿针？神经病！神经病啊你啊！你是干嘛？一样啊！哎，你刚刚好像上针哦，好像电话一个人。你怎么了？没有啊，大师的气嘛，很刺，就是你那个点特别的，是不会不会小康那个点是竞争，你是怎么了？颈椎红红的吗？你这边红一圈呢？对，因为刚刚很明显有一个，因为我用针电能把他体内的浊气往外，你是把整个的电能集中了。对对对，太集中了吧？这是刺哎！我刚刚也是很刺啊，不是跟你讲一定要集中吗？它是有疗效哦，这样才有效。不刺的话，那完全就是病入膏肓。真的有哎，有，很有哎。你是演的吧？真的真的有痒痒。我要，我要，每个反应哎，每个反应都不一样。我看来来，其实很多男人人到中年都有一个问题，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龙行虎步、生龙活虎的应对各种家庭生活。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五脏六腑之源，乃是肾气。肾气郁结，自然会有各种病症。说白了，那就是所谓的肾亏，男人中年都有的。肾不好，腰疼。对。腰椎间盘突出，工作不突出，业绩突出不突出，腰椎间盘突出，这才是人生的一大悲哀。哎呦，我什么都突出，就业绩不突出啊！腰椎间盘，好，走推出的，先抽了。走好热哦，因为好热哦，器官旧，对你们旧了。哎，我没个反应，我刚刚是没感觉，我不知道我在抽。那小刚说也有针刺的感觉，刺刺的感觉，但他是真的。我真的被刺了。什么叫你真的被刺了？刺。谁拿针刺你？刺。你的刺痛特别聚集的。对对。你的刺痛，我刚特别强烈，我的整个下背部痛吗？好热哦，好热哦，好热哦，哎呀。而且你刚刚这样子哎。你在跳这样吗？有肚皮舞，可以了。来，李梦，那个李说他手受伤，那是外景，年轻的身体不一样。大师，因为他是男的，所以说哪有？是女的，我没怀孕。哦，没怀孕。手感觉上次有点都有避孕嘛？哈，不用说，当然应该是你的。经络蕴集，很少看到这么平的，所以自然气血不顺，很那个。好，跟我发功。
你也刺到？我被刺了。哎呦，红的，红的，哎呀，你看看，怎么会？好像有针眼一样。哎呀，刺了，跟我一样，对不对？我好像有一个针头，你这个很夸张哎，很明显哎。原来我被刺了。你会种牛豆？这是英国人的，我们这个叫电牛豆。对啊，哎，真的，都有红红的啊，不是，所以它是这一次有一个针头，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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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哇塞，好可怕，厉害是那个，你看我真的，男生会热，每一个人症状不一样，哎，可能女孩子都有那种针刺的感觉，对，然后你们是抖，男人是抖啊，或肉会抽，所以我们说男人是痛心，女人会揪心，哎呀，揪的感觉不一样，所谓的针刺就是要你们气血畅通，嗯，神农本草经说过，上下不通，老命中送，上下一通，全身轻松。哦，讲的真好哎！哦，不过大叔今天来，对，就是他感觉到就是还可以再让你们一个加强版，你们先回坐，来坐位置，太惊奇了，因为现在是科学的世界，嗯，所以你们坐好，他有一个辅助来，我们帮我们上辅助的来。接下来小优将面对发电大师的第二波治疗，现场准备了特制的电疗贴片，贴在其他艺人身上的都不会接电，只有小优的贴片被接上电。看看贾大师与大家如何继续骗下去、整下去。那我们这针对的是颈部，对不对？对对对，颈部，气血淤积，心力憔悴，颈部，自然会颈部酸疼。哇塞！哎呦，那种感觉的哦。那么有感觉？有没有通电？有通电啊！像我们在玩那个篮球，是吗？还想再来一遍？不要，比刚刚强烈，对不对？比刚刚强烈多了。因为这个有电呢、啊。但是好了，男生先，因为男生跟女生的反应会不一样。这边是。来哦，预备。好强！哦，他的电那么强！哦哦，你三条！谢谢！你的电比康康哥强！好舒服哦！哦，我知道了，现在就是说，如果大师在运功的时候，那个气给你，好强，电越强，好热，他反应也快，对，接收的很快，这是辅助的，你知道？很棒哎！谢谢！哇，谢谢！这是恩同再造，来，那没睡，该小优舒服的，来小优，舒服的，该小优。来喽！麻烦师傅了。好嘞，来我擦了。你是风雨十八年，你怎么笑死我了？吓死我！反应都跟别人不一样了，太夸张了！就是浮夸你一辈子。你是什么？放电的？真的假的啊？就为什么他反应那么差？你那么差啊？很可怕！他是什么？他是什么状况？你给我太多了！不是，你是我吗？不是，我觉得也太挑了吧？我觉得刚刚没别的，我师从下一周活佛，一句我有佛缘，你是我为国为家弃婴，你刚刚都了20年，现在来到你面前，真是不要生气，我真的我傻孩子，对不起，他没有，没事，他没有别的意思啊，因为他的强烈太，没事，我小孩子可能太突然了，对，再一次啊，我们再还要吗？再一次，还要吗？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未来，为了你的家庭啊，我有点紧张，不用怕了。不怕，我擦下去了，预备。没事，放轻松，可以慢慢来。大师可以开始。大师，小力一点了。没有感觉啊。来了。天哪，不要了，好电啊！可以了。是否感觉身轻如燕？不要了，我真的不要。是不是感觉有点身轻如燕的感觉？我觉得我全身都出汗了，精神焕发，容光焕发。好，你是不是有去过不干净地方？因为现在是那个哎。啊，真的假的？小优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这位字体发电大师是真是假时，制作单位安排给小优的下一个冲击即将上场，场外演员正在等待加强排练中。我们现在要进去准备逮捕小优，那因为第一次演检察官，真的有点难捉摸。我现在正在有点抖，你知道吗？有点抖。
其实完蛋了，完蛋了，没演过检察官，待会突然那前面里面的奶哥看起来那么可怕，他们，我怎么配合他们呢？对啊，所以小优的话，我是期待可以把他吓唬了，所以我要应该会很凶的去骂他之类的。气势？什么是你的气势？什么？可以演一次啊？气，气势。比如说，元素，我现在要逮捕你，就是现在之类的，对不可能，就是我觉得还好，好了，很好，严肃一点，凶狠，要严肃是不是？当然是严肃啊，要重刑犯。我告诉你，你就是犯罪。我就看到你现在跟他是有交流的，我怀疑你们两个人是串供，你们两个人是一组的，你们是不是来台湾就是为了要骗大家的钱，透过节目放送怎样，你就可以赚很多钱是不是？我进去了。OK， 好了，我要进去了。好，走。干嘛？哎，我们在录制。哎。这位严先生是两岸犯罪打击资料上面长期到台湾来做犯罪行为，你在台湾并没有医师资格，我们查过你的资料，这是你的拘捕令。不是，我跟你讲，调查清楚好不好？对不起，你是，我是检察官。我一没有卖灵丹妙药，二没有医疗器械，我只跟他们打通经络，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身体，好不好？小优小姐，你要跟我作证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你在对他做医疗行为哦。你是什么乡野土郎中？哎呀！我叫我律师，我律师呢？等一下，好，好，等一下，来，先冷静，先冷静，快来。然后这位小姐，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你跟他有，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伙，但是我看到你并，但是我看到你跟他有医疗行为上面的接触，我必须要请你回去接受调查，不好意思。啊啊！他是台湾的艺人啦。对啊，我知道你们都是艺人，我都知道你们是艺人，是是，我都知道。我是要调查还是？对，我必须要调查你跟他是什么关系？那太夸张了啦！他必须现在陪我一起回去接受调查，把这件事情厘清。我没有经纪人啊！你没有经纪人？对啊。你要我啊！我现在也要必须对你宣读你的权利义务。我没有办法啦！不要闹了，我不是人。我知道你们不用再说你们是台湾艺人，我知道你们都是艺人，因为毕竟你们节目在播出去之后，这个东西观众看到了。会不会以为是怎样状况？我必须要带你回去接受调查。你们到底是配合他有没有拿他的钱，或是怎样去配合他？没有，去通过他们表演。夸张，我没有，通过他们发的。对啊，只是邀请他来，我只是来录影而已啊。面对司法的调查，小优害怕的快崩溃了。整人整不完，小优丫头电不停。我用我的天高之气把你浊气全部倒出来！师傅，我的妈呀！注意一下，这是干嘛？好吓！不要搞了，董大师，我们都是演的。我不确定你跟他是不是同伙，但我一进来的时候看到你跟他是直接接触的，所以我必须现在带你回去厘清你的问题，到底是嫌疑人还是同伙。好，可以吗？那找人打电话请王大哥好了。现在要电死你！你干嘛？在干什么？电死你啊！你干什么？电你啊！干什么？你怎么了？你刺我！好，请小优呢，你们证人成功。太扯了！哎，检察官演的真好。哇塞，你那套背的不错。严浩演的才好吧？哇，严浩太厉害了！来，严浩你好。自己在面钻一个孔，想说等一下跟他讲。真的，李怡真太优秀了，李怡职业骗子哦。职业骗子，他那么相信你，而且还骗子，钻一个孔出来哎。什么感觉，小优？哇，严浩太厉害，你那些词都平常从哪里来的？
您家乡哪里？我江苏无锡。你是为什么会在台湾？对啊，我目前正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修读我的博士学程。哇，难怪会选这个。学历吗？你怎么那么好笑？政大历史系啊，他整个表演只有一个破绽，就是我跟康快笑出来。我律师啊，我律师啊。我觉得奶哥好厉害，我刚才在笑的时候，他突然去拿一个针刺他，啊，这个手法好精准哦。我以前当过针灸师。他去后面马上找一个针。我看到警察傻眼，什么东西路人让警察进来？好夸张的。我跟你讲。他们在电我第二次的时候，笑谁啊？你笑场，笑场超明显的，你第一个就笑场，我们后面怎么演？哪个？忍不住啦！我们欢迎大家有帮我们跟我们协助啊，天天帮我们好不好？好不好？好，帮我们。好，谢谢小优。小优被革后，马上加入整丫头的行列。大家用同样的手法，再次让丫头相信，台上这位大师真的有特异功能，真的能治百病、医宿疾。再加上这几位演技一流的哥哥们的示范，丫头完全进入被骗模式。哎，真的好有感觉啊！演艺圈多抓点工作吧，抓那宝可梦干什么？就是我最近因为最近在胀奶，所以胸部。最近大奶。胀奶。怎么了？女生。这个可以通吗？当然也可以通。这是乳腺。通乳腺。对啊，乳腺。因为谁不在通乳腺？要知道，人的五脏六腑、奇经八脉，其实都是一条经络组成。既然是身体内的经络，那当然是可以用我们的真气转为电能，帮你把任何不通的地方，让你气血通畅，经络顺畅，上下一通，全身轻松。好。感受一下，好紧张哦！你有怀孕？没有啊，没有男朋友，哪来的怀孕？对啊，他现在单身啊。那一定要说哦！等等，关注。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理疗师、气功师。不是你的小孩，要负什么责任？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为了家庭美满，为了你的未来，你必须说。如果有喜的话，你必须说。没有，但子晴。如果有喜，我们是不能吃的。你为什么胀奶？对呀，来月经来的时候都。哦，所以现在那个来哦，他那个哦还没来，那可以吗？是不是有点腰膝酸软？好像还好。嗯，没关系，没关系，不要来，先让大专注，专注，放松，专心，相信，放松，相信他，不要抗拒，放松，你放松，不要抗拒他，我不会跟你有任何身体接触。是得气，有没有感觉体内一股浊气排出，全身上下无比的畅快轻松？左边好像真的比较松。你刚刚是怎样？怎么了？真的有针刺？我帮你看，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吗？不是这里，有吗？没有太多，没有啊。你还没有那个谁离异的心。你左边通了，右边不通来，那大师再把他右边加了。加强右边，对，右边，我一起通。你要平衡，这睡眠品质一定不够好。可是老师通了这边以后，就通奶了吗？因为你现在头奶通不奶通，右边怎么样？那你可以吃仙桃牌。大家不要吵，来专注，来看前面，来准备，来哦，放轻松，放轻松，不要想，不要想，放松，你放松，不要紧张，紧张。我刚仔细看，有跳，你要哭了吗？真的，你就会跳，就像那个电疗那样，皮肤表面它就会跳，很妙。而且，你在找什么？我在看，这边有一个针孔啊，没有啦，这边一点点，一点而已啊。但是一个是六点，它感觉很多啊。这是我们用蒸汽打出来的浊气排出口。哎呦，那你跟李毅感觉很像哎，有松一点吗？有没有？松过这个，你这什么感觉？松着，它有松哎，妙不妙？全部老师，我们刚刚如果有不礼貌的哦，多多包涵。哎呦，好，还有下一个阶段。现在呢，请回座，回座。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
李毅先来、啊，那他是叫中西合璧，对不对？对对对，因为刚才仅仅通过中国传统的气功，还不能将你们体内所有的污浊之气排出，是，所以你们必须将中西医结合，利用现代的科技加强我的功力，好让你们从此脱胎换骨，身轻如燕。来了，脱胎换骨，来这个来了，好厉害哦！来一个一个来，来哦，接上去了，可怕哦！好，你不要叫，我也很紧张，不会的。欸、什么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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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电疗，可是我的电疗没有那么严重。它如果轻跟弱，可是轻跟重会什么感觉？是表示什么？有什么差别？可是我眼睛为什么会想要跟着？因为你全身的经络都是普遍相连的，在打通你的这一条经络之后，其他经络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反应越小，代表你体内的邪气越重；反应越重，代表的邪气溢出的越多。应该往好的方面想，这正代表着你真正走向治愈的方向。你还好，快好了，对，来，不错，还不错。小优，准备了啊！我不要太重，我有点紧张。来，我擦了。好。刺的那个波我都感觉到哎，你很电，很电哎！哎，没有那很不舒服，不会，而且我现在觉得这边有那种热热的感觉，对，得气的感觉，让你能够神清气爽，好神奇哦！来，丫头，这我们不要看前面，放松，放松，放松，不要你不要有那个心理压力，我看在前面，放松，没事，我有20多年的功力。绝对保证你的安全，请放心。放松啊，来哦，让你放松。好奇妙。好。啊！干嘛？干嘛？真的？你看，害怕了？怎么？放松，害怕了啦？放松。三姐，请你不要做效果，好不好？我真的很怕，你太怕了啦。越是紧张，越不适得其反。我们没有那么电啊！刚刚又踩到你吗？没有啊，你怎么了？我踩到了老鼠吗？真的还假的？这是他那个的吗？没有啊，我们都大家都一样，也有差啊。他完全只是在利用传导让电能交流。我们没有插接电源啊！我现在还有感觉，现在还有感觉，现在还怎么可能？你太怕了啦！有差，你都没有差。子金，你点太夸张了。是不是打了玻尿酸、羊胎素，还是吃了其他的什么美容品？没有，我吃胶原蛋白。哦，怪不得，老师再给他加持一下。来，不要。没有，我跟你讲，这千载难逢，我花钱都请不到。都没有办法看。开玩笑，你以为我是想看谁就是谁看谁的吗？真的，哎，老师，不要太挑了，好不好？他不是那个意思，他不是那个意思。好，来了，他不是那个意思。你放松，放松。感觉怎么样了吗？我现在变得好紧哦。哪里哪里？肩膀很紧。现在还有电吗？你怎么会觉得自己很紧呢？放松。你怎么了啦？还有电吗？还有电吗？放松。有。我都没有插了，怎么还有电？你是不是心理因素？已经没了啦。还痛吗？还有吗？还有。你不要自己表情。哎呀，你在干什么？你还没事吧你？你干嘛哭啊？就没有，更没有插电啊！电到哭了，有吗？可以换下一位。这正说明了你体内淤积的瘴疠之气太多了。那怎么好还有呢？哪个换你了？为什么换我？我用我的天高之气把你浊气全部导出去。加入骗人的小妖，竟然又被奶哥反整。下一位，这正说明了你体内淤积的瘴疠之气太多了。那怎么好还有呢？哪个换你了？为什么换我？我用我的天高之气把你浊气全部导出去。
啊！老妖，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小妖？你怎么了？我就说过嘛，经受过我治疗的，没有。各位，其实我忘了说，师傅注意一下，这是干什么？他插头啊！好电啊！我们这位大师是台大的政大的留学生啊，我来自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班。您家乡哪里？江苏吴县，我来自江苏吴县。真的大师，所以真的是江苏人。对，但是他不是气功大师，我们都是演的。你刚刚有没有觉得你很刺？对。来，你转过去，我们再让你很刺很刺，快点。我在后面哦，小优刚刚整他的时候，我这样稍微刺一下，啊，他叫的是什么？我在背上哦，好像那个岳母在那边写那个进攻报，好好笑，他都没感觉了，没有，而且说我还有感觉，还是这样，我还去跟小优说，哎，他比你笨呢。对呀、啊，然后他就说，我就左边有感觉，所以我一直叫师傅再到右边来，我又在右边说哒哒哒哒哒哒，那最好笑，你知道吗？真的都松了耶！不是啊，待会我真的觉得好像有松哎。哎，那很电吗？所以真的很。我再帮你扎一下。很电吗？他好多脚，很电又白，就很。小优很冤枉，第二次又。小康哥弄你的，没有，我插错了，你知道？刚才大家都在关心丫头，小优。可以啊。换插头，好了，成功，好了，成功，谢谢，谢谢袁浩，谢谢，谢谢。你不是去饭局吗？假的，后来我就跟就可怜，好可怕，为什么人要弄我啊？节目就是你很爽哦，我哪有看我这样很爽，我哪有爽啊？你这个坏蛋，我都没有参与哎，穿越了。那个真恶心！你教我。怎么又笨？射至头上一把刀啊！